路口号志灯闪个不停，小货车直行与另一辆轿车猛力对撞，货车当场90度翻覆。事故现场在台中市青海路黎明路口，号志故障害得两车对撞，一共3人受伤。同样是对撞车祸，苗栗小货车撞砂石车，货车驾驶卡在车内动弹不得。等待一下哦。紧张的不断擦汗，驾驶的双腿被卡在车内，请求支援。小货车头下、脚上、车头部分被卡进砂石车车底，车尾竟然卡在电杆上，45度斜角，远远看像是马戏团特技表演。救护车到场，狭窄的农业道路难以通行，好不容易将伤者救出。小货车撞砂石车，两车对撞应急，导致小货车后轮腾空，卡在电杆上，驾驶受困在扭曲车体，幸好送医，没有生命危险。铁中部综合报道。我有3种版本的这个水神的雾化器，这个比较大的，好，它是比较适合大坪数的。那再来呢，还有这一种款哦，这种办公室很多，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，放在你自己的桌上，哪里买？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咯，记得输入优惠，马上就给你折扣。